流水在下滑，热度在攀升，万物皆可元神启动。元神的身上似乎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好像很火，又好像没有多少人玩。玩个元神还得被人骂 OP 骂魔怔，我就纳闷了，咋玩个游戏还玩出优越感了呢？元神究竟得罪了谁呀？我们的太空官号前两天刚用元神整完活，这一次又拿元神整起了活，一个火箭发射还玩起了最近非常火的元神启动转场。这么高频率的拿元神整活，难道说火箭上印广告真的快实现了？屏幕只要一变白，本能的反应告诉我元神启动就要来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它可以是美女，可以是王者，可以是和平，也可以是 MC， 当然了也可以是星铁嘛。最近属实是被这玩意儿给刷屏了。其实官号用元神整活就足以印证了元神的影响力。米哈游这家公司啊，属实已经是各大媒体的香饽饽了，央视、解放日报、新华社都钟爱米哈游，就连库克、马斯克都爱他。主要是他文化输出玩的确实溜，前有神女皮冠，后有水龙吟，你说离谱不离谱？反正在这官号底下我是找不到小黑子，你能找到吗？大家说说这是为啥呢？